告诉外婆。喜欢看什么电视啊？啊？我们要不要看一点儿童的？还是爱情的？还是战争片？或者是科幻片？哦哟，你喜欢科幻的呀？哦，你喜欢这些呀？哦，那儿童的喜不喜欢呢？啊？哦，也喜欢呀。那你到底喜欢哪一种呢？听外婆说哈，爱情的。啊，爱情的也喜欢呀。战争的。哦，战争的不喜欢，没反应。那科幻的啦。科幻的有一点点反应。嗯，恐怖片喜不喜欢？哦，看恐怖，哦，看恐怖片是这个反应呐、啊。哦，小孩子少看恐怖片哈。那，哦，那就不看恐怖片，太恐怖了，还没看就开始有反应了。哦哟，这么反应呐、啊？那我们看儿童动画片好不好？好啊。跟着外婆一起看电视连续剧。哦，不喜欢啊。哦，那还是看小孩子的哈。我们看小 baby 的哈。看小孩子喜欢看的那个哈。哦，有没有想看猫和老鼠啊？知不知道猫和老鼠？啊？等你以后知道了就给你看好不好？哦哦，这么喜欢呀、啊、嗯，好像你什么电视都喜欢是不是？哦，看多了电视对眼睛不好，我们要保护眼睛。我们要保护好小眼睛，是不是？我们还要保护好，哦，我们还要保护小牙牙，还有小耳朵，哦，还有小鼻鼻，还有小手手。对不对呀？都喜欢哈。